今日是2024年嘅9月24日，快必开往拔摩岛的航程第1480日。快必同今日探访嘅神童 P 同埋 C 讲啊，虽然呢排时不时有骤雨啦，不过撞啱冇落雨就可以上天台做运动嘅时候，有少少风啊 ，feel 到咧已经入秋啦，好正。不过入秋之后咧，就有一啲船员病咗，伤风咳嗰啲都唔少噶，仲有个啊入埋医院几日添。快必话咧自己都算身体好啊，好少伤风感冒，最多都系生下唇疮啊、头疮啊、皮肤有红疹嘅啫。神童话要感恩啦、啊。快必话自己除咗睇忏悔录忏悔之外啊，仲会时时感恩噶。船上呢几年嘅师范啊，都有好多好友亲朋啊，中同神同神师神友轮住请佢食。一谂到咧就嚟要啡色衫食核突饭咧，就有啲戚戚然啦。佢话唯有当系入 keep fit 都系减肥型啦，相信落船之后自己会更加有型，更加靓仔，用呢一个心态嚟度过黑暗嘅日子啦。每个星期日咧，快必都会大扫除，清洁一下自己个仓嘅。佢觉得咧，自己都 keep 得几干净噶。点知有一晚临瞓嘅时候啊，见到地下咧嗰堆书入面咧走咗一只小强出嚟啊！呢一只仲要系大只嘅小强啊，唔系平时嗰啲细恩恩嗰种啊，走得好快啊。虽然叫快必。快必咧都冇呢一个小强走得咁快，小强走甩咗，踩佢唔死添啊？点咧？佢咧会唔会再入嚟咧？定系会过咗隔离咧？总之就当冇事咯。佢话同而家香港一样、哦，哈哈，笑死神童啊！今日咧收到9月12号快必回复大家嘅信啦，今个月嘅第四封信啦。黄欣妈收到你八月底的信啊、图啊同埋文章啊，呢排我收信都好顺利，但系咧我寄出嚟咧之前咧有几封信啦、啊，去咗宇宙安全保卫队荡失咗路，翻唔到嚟地球啊，好鬼心痛。踏入9月中啦，天气凉翻啲，期待咧真系秋天嘅来临。你哋喺外面有冇秋风起嘅感觉呢？世外甥女咧写信话反对我留长头发，因为我之前画咗自己留长头发个样俾佢睇啊，佢话似女模啊，都算俾面噶啦，唔系咧话我似地拖。圣堂特种部队，你哋呢个部队阵容庞唔庞大呢？我收到你哋8月18号俾我嘅信啦，感谢。我觉得 AI 画画咧就太过正常、太典型、太一般，唔多 like。反而咧想知道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咧写咗啲乜嘢文章，反对16世纪宗教改革呢 ？AI 会唔会识答呢个问题呢？你哋叫得圣堂特种部队，一听个名字就知好劲啦，一定会知嘅。下次写信话我知啦。罗永祥收到你7月31号嘅信啦，要个半月左右咧先至收到，外国寄嚟个半月嘅时差都算 OK 噶啦。嗰、那个笑话咧好好笑，冇错，历史从来都冇过去，所以咧有人话所有历史咧都系当代史，同唔同意呢？张张8月30号嘅信咧，9月12号下昼收到啦。感谢你一直 update 我咧旧朋友嘅消息，喺船上收到外面嘅消息，内心系温暖嘅。同埋日本苹果信纸好靓啊，除咗红之外咧，仲有青色。收到用靓信纸写嘅信，除咗温暖，仲系开心添。Teresa 一次过咧收到你8月底几封信，我觉得 Tom 告老师啊。在巴黎奥运闭幕那一幕，如果由马斯克来演出就更加正了。 Keanu Reeves 就老得好看， Johnny Depp 都老得型，但我细妹说要老得优雅是有原因的，女人老好像 Nicole Kidman 那样就老得不好看了， Julianne Moore 就老得好看，梅丽史翠普都老得好看，老女人女人老都可以好好看的。自己有
我知你哋咧又有大匯演，出年咧年初仲有春茗添，唔知係唔係又係石門呢？相信石門咧已經冇前幾年嘅繁盛啦，係唔係咧？當然啦，全球經濟不景啊嘛，而且減息之後會好啲噶啦，呢一啲説話相信大家咧都聽好多噶啦，而且執十間開十六間，更加令香港人對前途充滿信心啦，哈哈。九月头咧打咗一次八号风球，嗰、那个星期五冇得探访，又冇得做运动 ，OK 嘅。更差嘅情况都试过啦，冇肺时候啊，嗰几个月咧冇得探访同埋运动啊。当时我都冇打过针噶，亦都冇中过招，挨过咗疫情，就好似上一代啲人话挨过咗3年零8个月，我依家都挨咗4年啦。九月中秋，当你哋收到呢封信嘅时候，相信都已经过咗中秋啦。我就喺呢一度咧，第五年嘅中秋节食咗5个自然正院嘅迷你冇蛋黄百年蓉月饼，仲要食多几多个先至翻到屋企咧？每过一日咧，我就近一日翻屋企嘅日子，好快就同大家见面，请放心。快必的回信来到这里，如果未到你的话就请给多少少耐性，快必收到信他一定会很快回复的，不过收不收到或者几时收到都是要看个天。就来 Halloween， 如果你还未写过信给快必的话，如果你是怕丑，如果你又很懒，那就趁机会买张漂亮的 Halloween 卡寄入去给他 say hi， 因为收到你们的信和卡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是啊是啊，如果有时间可以写埋给万必都 OK 的，一样可以寄去七姊妹邮箱。写开信的朋友就不要停，继续写啊，如果很久没写过信就快点加入不友的行列，大家可以将照片、或者 capture insert 在 Word document、PowerPoint 等文书软件，加上信的内容打字或者手写字都可以，用 A4 纸彩色或者黑白印都没问题的。不过呢，提醒一下，写信寄卡记住不可以有闪粉，不可以有贴纸，也不可以有钉书钉或者 3D 突出来那种都不可以，但是烫金烫银那些就 OK 的。来信请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，邮政信箱60141号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里先，拜拜。